这样子啊，我这个蚕，你看，呀，我要放松啊。你要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腋下，肯定要接过去。不是因为我们只是说接触面，你的身体没有动。那你那样也可以，你那样子是用手去，但是你用了两只手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身体没有伤害，这样一走，他一定要来远。我是防他的走，懂吗？你看，这是到了。